那如果大家有想要了解这个舞台剧的话呢，也可以上这个我的粉丝，我不是要抢粉丝哦，我的你们只是多点一个赞而已，我的粉丝团叫叶秉环，就我，对，然后上面会有一些介绍啦，对，好，然后大家还是要继续很热烈的支持明湘，跟我一样，我也是他的粉丝，掌声。我刚刚在台下听你唱那个谁可以陪我那首歌啊？需要人陪。我听到了，谁可以陪我？是不是啊？我有人可以陪我吗？我第一次听到那首歌，那然后我感觉你唱到一半的时候，很有一些情绪，然后我听的也很感动，然后默默的在角落流了一滴眼泪。真的吗？因为你尤其是你唱之前讲了一些你的心路历程嘛，然后我就也感同身受，然后觉得很感动。对啊，谢谢。我们再一次掌声给明湘，好不好？然后送这礼物有点送太长了，对不起。没有，还有，你会送两张票是不是？对，两张。那我可以问观众一个问题嘛？然后他们答对的就看谁，我就是先举手，然后选他们。如果他们答对，我们就送他们，要不要？然后你就选是哪一个？好， okay. 然后拜托你们要热烈一点哦。